安全知识手抄报，我们可以先画出它的标签，写上安全知识，然后我们来画出下面一个文本框的形状，画上一个棒棒糖，你可以在上面画上一些草丛、太阳，前面也可以画上月亮还有星星，我们来给它涂上颜色，我们来画上书本的颜色，我们来把标签涂上颜色，像这样我们的安全知识手报就完成了。